除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疫情之外，还有山火，甚至于我们另外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地震。那我们在面对这么多灾难的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 protect 就是我们的守护神，就是我们这些消防英雄。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注重我们的消防安全。那这个在居家安全的部分，刚刚讲过，比方来讲说地震、防火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那我们要多学习一点这种消防知识，然后这样子能够有真的有灾难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第一个能够靠我们自己自救。看华兴保险携手 M-Trust 保险公司特别选购可口的中式午餐，送给洛杉矶县消防局118分局辛苦的消防英雄。华兴保险总裁张国兴表示，南加州已经进入野火季，提醒民众除了要定期清理房屋四周的枯枝落叶之外，不要乱扔未熄灭的火柴和烟头，另外在登山露营时也不要在非指定的地点生火。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，华兴保险更希望华人民众都能远离病毒感染，确保身体健康平安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